为什么？这是等一下，这设定有问题耶？应该是50-50吧？还要知道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。为什么？这是等一下，这胜率有问题耶？应该是50-50吧？那应该是50-50才对啊！干这是啊，那就这样吧。那他小数点有问题哦，啊，超怪，还要知道一些。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，对啊，比如说什么小火龙碰到第一只的几率稍微比较高一点之类的，可控可防。哦，我愿意接受两对胚。我大概知道那个机遇怎么算的。很认真干活，他们露出马脚了。他们的那个机率的算法大概是就是电脑运算的，就比如说跑一万次，然后就直接除，就是他不是用理论算的，他是运算的，就电脑跑一万次。然后就直接把结果除一万，我猜啊，一万次或10万次之类的。他小数点只到小数点后第一位嘛，所以可能是就一万次。这大家也可以解释他们是怎么样算那个随机的。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有非常非常就是比1/1000还更低的几率可以赢之类的，所以这只是大概的一个几率而已。在讲什么机？我在想他这个几率的算法。输了。我有些新的。我们这里会跳舞吗？我应该甩到一个可以跳舞的场面之类的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。我应该要玩机械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买小猫，买小猫会比较不集中。就你有可能会浪费很多帽子。你回来了，这样一顶帽子都不会浪费啊，一顶帽子都不浪费。啊、好秋哦，有点秋，有点秋。我们就拿这个吧。
下轮继续跳舞，估计他应该是打不赢我们的吧。他升级，然后我们这又超大。等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打法是升级。感觉大概只有跑一千次而已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自动操作了。我靠，三小，狂跳猛跳哎、欸！这样等一下要气炸弹了。嗯，你爆了，92%会把它打爆。这样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把它打爆吗？怎么他死了吧？他死了。拜，真俊。啊！这好像少一格，要多留一只呢。等一下总可以升清了吧？白，你还真行啊！然后胜利跟击杀是分开算的、啊。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为什么会刚会有差，应该有真很低的几率，刚讲那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。等一下哦，这样会少一格哦。主要先买这张哦。这张该卖哦。我的牙齿可值大了。等啊，哦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值得拿吗？搞不好我可以做一个大喷火龙啊。OK， 这样子可以。
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，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是我要先拿这张。刚刚好。哇，小猫正狂来，不过这是一个满血的憨憨呢。100%胜利，不好意思。那金卡一个收割机啊，金卡拿一个收割机，然后一直狂疯狂 buff 那个收割机。我们打死人了。嗯。那雇佣一名手下吧。不知道升级搞不好，升级搞不好是错的。五星有什么比较想要跳的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五星对我们来说比较差的是。可以拿到六星卡吧，那还是应该要神星吧，因为如果拿到神圣禁语人的话，其实会强蛮多的。神圣禁语人加毒，有点难讲啊。PK 了，表现不错呀。其实没有变强多少。这两轮没有变强多少，该跳这一只吗？输了，这是一个7.1%的输，嗯，好像有点衰啊，好像有那么一点衰哦，天哪！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毛百换来的金币。搞不好不值得拼啊。安安。
三，他十字鬼竟然走了。他有演化吗？他六等。我可以把这做超大吗？等下。Oh my god！ 等下，我们必须团结一心，携手合作。少了个骨架，多了个金币。有好东西要跟你分。我算错了，这样搞不好值得卖其中一只东西之类。他还没有拿到毒欸，他该不会死了吧？他好像死了，吃鸡，赞赞。